做无简单，吼，做无简单，想做呢，就通呢做一个比如啊，
个心到亲像，像爱细汉囡仔同款，因为遐汉呢，甲伊有两个囡仔，然后呢，遐汉妹妹呢，嘛是两个囡仔，我差不多即个岁数安尼。然后遐汉弟弟呢，吼，佫有一个岁数差不多6个月，所以遐汉厝内面就真像甲幼稚园同款。啊，所以呢，遐汉妈妈呢，吼，佫有孙吼，对遐汉囡仔也顾较弟弟个囡仔顾较亲嘛。啊，嗯。你囡仔吼，咱拢知影顾囡仔就亲像咧顾啥？顾菜啊，吼，顾囡仔就亲像咧顾菜是安怎？因为囡仔无甲注意吼，伊就会去啊拄电风，啊无去爬楼梯，啊无就做一挂做危险的即个工作。所以咱的即个心到是互囡仔来管，无是这命，吼，无是这命，这是小孩的心啊。来到过阵，迄只可能咱的心较定着，咱小孩的心也是。吼、哦，叫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所以呢，他们每一工的这个心呢，的这个方向呢，破千破万。上下方呢，包括啊，伊啊在担任台湾的这个派系，那下方就坐伫咧迄个叶粉公司，迄个粉经理身旁咧。然后下方坐伫遐的时阵呢，就伊来甲人讲，心要静下，心要静下。啊，不然咱咧。咱等到吼，有当时要记个感觉定下来时阵，咱个心要静下时阵嘞，咱头壳才做歹静。嗯。哦，真正做歹静个呀，所以许个就用一个做好个方法，然后做一下做一个功课。假如讲咱个心烦躁躁，也是讲定落来时阵嘞，咱就用那个无字真经吼，打开遐尔。哎，咱个心个渐渐慢慢吼，会做容易会来静个嘛，然后啊，所以呢。咱嘛来做各位真正，咱也厝内面有分量，也是不管咱嘛在来现象的时阵吼，在现象的时阵是毋是上较安全的时阵？不管是任何人事或者压力来压力，啊，迄阵大家吼到了现象的时阵，是毋是拢会比较安全？那来做各位真正，那有一种家己厝内面有迄个现象的种比如说吼，咱是毋是拢会早晚现象？哎呦！啊，早晚现象的时阵，是不是咱拢无可能回家去写呀？咱到有一种状况，就是咱咧现象，咱咧念佛呵，啊，其实咱的心应该，唔知已经放较过呀。嗯。哦，因为咱的这个心呢，就算讲你正常安静的时阵，即你啊咧动物咧动物的时阵，咱就有可能会行业较过啊。就更何况，哦，咱每一工拄着这么啊侪灵异动物，然后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咱的心有无同款、无同款的这个方向嘛。所以咱的这个心，只要是醒着的时候，无咧困的时阵，就是安尼，像头我头下讲的，迄个走一顶晚，走一下，走一顿，走一迄个正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想要甲叫回来，就随走去啊。好的，请求他会给咱同款。那么，互伊定定定叫。叫安静三秒钟，非常困难。他说：“你若静静坐了一分钟，就表示伊可能破病啊。”哦，因为呢，这囡仔吼，天生就是都好动嘛，吼，都好动。啊，所以呢，就亲像这领域交战，也要帮助咱的这心呢，吼，无赶快这方向，走来走去。啊，当然呢，也他讲的，他都讲的，拢是另外一个地的啊，叫交各位做一个分量。所以民主党讲，民有家产吼，一滴一句钱，放心民滴句哀赞。哦，咱拢知影，以前的人有饲了这鸡仔狗啊，胖起，拢想要甲揣倒来。其实交咱即卖人，足少人咧饲鸡仔是，也是迄落种家禽。啊，佮意思就是同款，他说讲咱若有咱足珍惜的物件，咱计较的物件叫胖起。咱拢知影咧去要做着嘛，啊，不咱即个上盖好祭拜即个主神的信心，若叫袂失去，叫撞出去，叫走出去佚佗，咱拢唔知影，哦，唔知影要去要做，哦，真正是感觉非常的即个信仰来讲诶，真正感觉着真厉害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咱在座各位真正非常即个，因为咱拢有。啊，求得了呢，互咱知影得之中志。得之中志就是要开发着咱内心当中的良知甲良能的这气质。哦，有了这个德来引动着咱心中的这气质哦，
咱的有了这道的这内容，做咱内心的这气质，做咱的自信，甲引导出来。所以有修过道的人啊，哦，你咱听老师把咱雕回天关上，那一刹那，那一刹那就是在引导着咱内心这气质啦，要来使用。啊，我按照你讲，每一修道的，每道道的人应该拢非常的这个名利有主。想看也是搁雕塑，因为咱有无明甲咱占，有咱有无明甲咱动摇的，哦，所以呢，天道这属性就是要予咱每一个人这基础上来引动出来，引动着咱每一个人本身的富有的这自身的这心嘛，或者这本身的富有的这自身的心嘛，有法有这些自身的这个哦这个经验，因为呢，有法呢，从细汉。那，有汉呢住伫个厝内面的三楼，啊厝内面的四楼呢就是佛堂，哦，所以呢，佛堂对有汉来讲叫做一楼之遥，是老的这距离而已啊，哦，啊所以呢，有汉呢，伫细汉时阵，伫个迄个学生的时阵，有汉的爸爸妈妈嘛，拢叫伊汉听佛语啊，啊，当时啊，有汉啊，迄个讲话都粗鲁啊，脾气都大啊，行事都鲁莽啊。就别人讲的话，唔但是心存起来，叛逆起来，做你死的对。啊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有较感觉迄阵会家己，吼、哦，有做侪脾气毛病。啊，毋过呢，听道理呢，迄阵听道理嘛是有较叫，有较爸爸妈妈叫有较坐伫遐，就是像即卖迄个孩子坐伫遐，坐一排、坐一排安尼。啊，我听道理拢是左耳进右耳出啊，听无入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。当有一天的时候，有他跟我想到说，突然有一天，有他在听道理的时候，感觉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有一种欢喜充满的感觉，是怎样的？因为呢，这就是咱的道理在咱的心中扎根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哦，在咱的心中有来扎根，有来影响着，有来影响着咱每一，叫咱的咱的起心动念。所以呢，以后呢，哦，感觉迄个欢喜呢，吼、哦，让他久久无法散去，迄种感动，迄种震撼，哇，我吼，让他感觉哇，真的，真正见得得，见得一种地位，那是那家尼啊好。哦，当然呢，这就是真理在心里扎根嘛，大家把人讲的啊，定静安虑的啦。哦，那透过咱这坐这功夫，咱讲，哦，接受着这心理定静安。到最后，咱就得到咱这上尾啊，这地位啊。所以听说你会当互咱萌生智慧，咱到百分之五十人家，咱到半年，先到咱来关注咱的人才，时间到了，把咱叫咱来遮听道理。因到趁钱无啊？哦，因到趁着啥拢总无？因趁着就是咱会当来到遮来萌生着，咱开发着咱家己的这地位啊，用帮助你来到过来。用咱的生死来做大个关系，哦，所以呢，话说咱若无安尼话，咱的心游游荡荡，就是看咱要爱庆祝啥物，咱就走去啥物所在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无法度来用咱的这个庆祝人的话呢，咱的哦，随着咱的业识，随着咱的庆祝，啊，不呢，咱来当用着咱的庆祝啦，咱每一个人拢调身不感官，弄一个佛性，弄一个清净的这个佛性。弄些金的珍珠啦，咱拢知咱这卡是假的嘛吼，弄些珍珠啦，那珍珠啦，咱来当有咱家己的珍珠啦的话吼，咱就不会被牵着鼻子走，哦，不会被牵着鼻子走。所以呢，一种眼光会跟着你抓得住，起码来讲，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抓得住吗？哦，因为这心，就像他讲的，五尘霸满就无人看这风流，哦，所以呢。就是要教咱做些做些分享啊吼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咱要教咱来报告的心即所感即可灵可言。咱阿都有讲的心性即灵嘛，那以后要教咱来报告即心即部分。即心呢，也是讲想咱看即字，一个言部啊，一个成功的成嘛吼。即个心也是讲从言成身。哦，从
言成声的行，然后讲诚信诚信，从言成声，言出必行，就是讲咱讲出来话，就是爱做会到，哦，做会到。所以行呢，就是一种绝对值，是一种没有杂质的，无杂质的，哦，无杂质的，无迄个成百万种的功用，哪有一条龙？只有一条龙，直接抵达，绝对的专注，直接到位，真的是行。比较这些，比如咱有知影即卖，即卖水质够好，无，恁的水可能袂歹，即卖水质吼，大家拢知影，大家家户户拢有一种物件叫做沥水器，相关以前比较细汉时阵，毋捌听过物叫做沥水器，然后即卖吼，诶，即个杂质足侪，有重金属，有啥物农业，有啥物钉钉，吼，各有氯气钉钉的，所以即卖家家户户几乎。哦，让我整掉这些毒气，因为伊内面有杂质。所以呢，人迄个用袂进水器的人，也有一个袂进水器，然后啊，不袂进水器的人，刚好咱来啉起了用绝对干净的水，那个叫啥？像爱 RO 的水，那个是逆渗透，没有杂质，哦，没有杂质。啊，像吼，咱呐，譬如讲咱呐坐迄个飞机吼。咱若坐飞机，拢一定要飞到某一个关头时阵，吼，机长就开始讲各位旅客，即摆呢，咱吼已经飞到吼某一个迄种关头，吼啊来吼，即摆咱迄个出来吼，有到对啊，前头一定要飞到这个关头，因为呢，咱的飞机呢爱超过这个，吼爱到云的顶端，吼伊是晴空万里，吼无迄个迄种感觉。所以呢，到遐去，到遐去关渡，一定要到遐关渡，飞机才安全。哦，这其实呢，交咱呢，诶，即个科技也嘛同款啊。哦，来个啊，那有迄个，那有捌听过是讲，伫伫遐咧做项目，然后知影科技的迄一种所在叫做无尘室，啥物无尘？因为呢，因做物件非常精密，所以呢，一点点啊，即个灰尘拢袂使。哦，你叫做。一定要不得借贵，所以呢，借钱呢也是难攻，没有杂质，哦，无杂质，而且呢，伊是绝对的，伊无迄个做得无共款的借方向，所以呢，只要交钱，甲社会借，拢会上当。你那只细汉，咱会干伊啥？要诚实啊，哦，那咧抢红的时阵，那咧沉浸情。哦，咱若去买物件的时阵吼，咱讲一些商人很诚实，很开诚布公嘛吼。啊，人讲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嘛。只要表现到社会这名，90%以上都是人家。哦，所以新的行动若有搞的话呢，就很容易有名验。就亲像呢，咱若上班，咱若认真上班，头家来，互咱薪水。嗯，会啦吼。咱若认真，迄个讲一个善良的话，咱的贵人较会侪，吼会啦吼。所以呢，比方呢，再来讲一个例子，比方呢，伫个伫咱的即个着中当中呢，非常喜欢一个江苏，然后比较喜欢呢，比方是爱慕伊啦。比方呢，伊干呢，听过即个江苏呢，来甲咱宣传的时阵呢，那伊在宣传的时阵呢，比方感觉伊规条。鸦雀无声，不是大家故意哦，是大家非常的这个全神贯注，然后听来非常这认真，然后射受力呢，规大家人的这个耳朵呢，哇，整个耳朵感觉足震撼。虽然迄个宰牛迄个夜行的观众无声音，但我听他的心里呢，用震撼的澎湃，用刚刚的，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啊。那后来呢，听他来去。这个江苏这样，刚好也就讲，这个江苏呢，一大是一个大姐，不是二姐，大姐二姐吼，是大哥头的意思。啊，所以呢，伊是伊个口齿都不清晰的一个人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伊去改分享的时阵，我比较感触的，哇，他讲的真的是太真诚流露了，哦，智慧，那我也怕刚刚说吼，智慧萌生，刚刚回想现在，然后有没有感触？其他一个人，伊若有即个心想要做即项代志，就算讲伊是大姐，到最后伊嘛是会当变成一个，哦，在台上讲课可以感
讲课很流利的一个讲课。熊东他比如做团做团的一些行星，他倒立的一些经历吼，开到地底嘛那样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以后呢，一些地单位啊，别像我些，哦，像我些股东，那伊那边有些核心呢，也颇为出完呢。哦，就是步调语调很慢的那一种，然后呢，看人家耳钢，让你整天加入以熊为耳钢师，你做决心，做毅力，然后呢，打来听他讲，然后语调好慢，然后是一种跌破眼镜的地方。阿姑，对不对？怎么讲？咱哪有看见伊迄个决心，看见伊迄个信心，一代是，嗯，对，然后行，所以呢，伫人间啊，甲讲的一段话吼。同个这段话是来甲人讲吼，分数呢，不管你任何的这个状况，往年恶劣的状况，伊拢袂放弃着心，放弃着信心来行这仁义的这个行规。所以呢，伫人篇内面啊，吼，帮助了工会这段话，这段话呢，因为用台语和讲闽南语国语，伊讲子曰：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。”以与见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人乎？夫成民，君子无忠始之间为人，造次立于世，颠沛立于世。哦，这段话呢，其实孔子在甲人讲吼，富贵、富甲贵呢，拢是每一个人想要得到。啊，不若用无正当的方式去处理呢，孔子是袂去接受的。那贫穷的甲低甲吼很低贱的迄种吼，是每一个人袂喜欢的吼。啊，阮呢若用无正当的这方式去甲摆脱，吼，阮主呢吼，阮主伊袂用无正当的这方式去甲摆脱的，吼，去甲解脱。所以呢，阮主若离开了明教的话呢，你安怎叫做一个阮主呢？所以呢，阮主无一顿饭的时间会去。哦，君子无忠臣之间为人，意思是讲，君主无一顿饭的这时间会来离开的这时间，那吃一顿饭爱偌久？嗯，对啊吼，因为你公司上班中昼的下休的时间吼，那差不多要得到去的睡觉嘛，差不多十分钟、十五分钟就很久了。嗯嗯。所以咱一顿饭吼，差不多上加袂超过哪里公司上加袂超过。其实呢，吃饭时间都变拢是伫咧安尼排到时间较侪啊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意思来讲呢，君子呢，伊伫足短的时间，伊嘛袂去离开这个领域啊。你咧做紧迫的时阵，你咧颠沛流离的时阵，嘛拢会依照着面着来去做代志。哦，所以呢，其实天地时间拢在时的，这习惯吼。哦，人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其实咱天地之间，吼、哦，就是一种性的这个表现啊。天，每一工，咱即马是下晡时啊嘛，即马是即个下晡时啊两点余四十八分的时。嗯。那接下来，咱到傍晚的时阵，有诶，有得啥嘛？每一工，每一时，有四季。哦，各有春夏秋冬，各有哦，一天24小时。然后呢，哦，这个是天的时间无咧来去，每一个人每一时拢是无。伊就是咧等现着伊的界限。今仔无迄个，即太阳到讲，今仔无要正下咯，无袂出来。所以的话，即囡仔吼，拢有感觉啊，讲吼，啊那个太阳下山了，跑去哪里？嗯嗯。哦，他下班了啦，他下班了，他现在跑到那个美。哦，迄个迄是地球的公转甲自转的。哦，啊，明仔载伊就对上。啊，若春天的转叫做夏天嘛。啊，若春天转成变冬天的，哦，迄个叫做无叫大气嘛，哦。所以呢，若无叫大气的话，那它就无所适从啦，无法度来生存啦。哦，所以呢，温度呢，袂因为任何的力量，就形成天地之间，袂因为有任何哦任何的任何一件代志，来出于来停止的行使的建立人仁义道德啊，啊，
所以呢，人讲，看我着即个志向啊，着担心受事啊。哦，其实呢，用伫个身体甲后天拢共款。咱若用伫个后天个，咱若无即个志向心，咱若要起来啊，到最后咱个任何代志，拢无我无来，无我无来做。咱若放伫个身体个话，嘛是共款啊。咱若无即个志向个心，咱起来了上天。掉下去啊！哦，土地骗土地呢，迄是叫做小概念。那么借气性、借心的耐心、信心吧，哦，借气力的借。那么看我就借气性的心，当面咱会当来心不呢？哦，心的心不呢？哦，无可能嘛。那就看呢，来讲一个故事吧，哦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叫做聪明啊，有一个人叫做心性。哦，星星，啊，这两个人呢，坐船出去，啊，迄个无量伫呢，伊拄着这船呐，哦，无量伫这海洋一段，迄个船拢飘飘去，结果呢，迄船是剩一个救生艇，佮剩一尾尔，哦，剩一个尾尔，啊，这聪明呢，就赶紧让这星星呢，就甲下落去啊，啊，为着无用佮坐啊着，为着我无用解救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迄时阵呢，星星呢，叫下落去了呢。就想讲啊，安尼我嘛，迄个迄种就拉他去吧。伊个伊船因为做轻松，啊，船飘到一个小岛，哦，飘到一个孤岛的地方。啊，然后当然伊去要命，是要安死呢，伊是要等人来解救呢。所以呢，迄个心情到了迄个小岛了呢，吼，伊就当然过分的看是一只船过来啊。那迄只船呢，另外叫做吼，迄只船叫做快乐。这样子叫快乐，啊！星星就讲，快乐，我连车啊，进来让我解救嘛。那这个快乐就讲，我都，我来给你解救吼，你唔知影。有偌济人因为吼，讲着这实话吼，伊来变了很快乐。我都来解救，所以这快乐伊就飞走。这外久呢？佫飞，佫有一只船来啊，这只船叫做地龟。哦，这只船叫地龟。那快乐嘛，那这个星星嘛，讲话讲。地龟，你来给我解救啊！这地龟就话讲，唔通哦，我来给你解救，我的地龟就坐袂了啊，地位不保，哦，啊，这地龟嘛是全部叫错。啊，接下来呢，哦，接下来呢，迄个搁来了一只叫做眼睛啊，那心情嘛是共款啊，拜托的啦，你是我第三意吧？你第两只船拢走呢，你若要搞我解救，我肯定要死你。这个所在啊，那这个眼睛人啊讲吼，袂使啊，我若有星星，我是咩啊叫眼睛啊，我是粉丝的啦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嘛是飞走啊。迄过偌久了呢，吼，这个当当伊呢非常这失望的时阵呢，这时阵拄好有一只船拄好，这只船呢，吼，伊就看到这个星星，哦，这只船看到这个星星，伊就甲星星讲，星星，你上船吧。然后呢，这个星星呢，非常的惊讶啊！一看原来呢，伊叫做时间老人，哦，这只船叫做时间的老人。你想到你要搞我解救嘛？哦，然后这个时间的老人他讲，只有时间会当证明着星星不完呀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然后呢，看了这个故事啊，哦，感受到，感受到这，那当然呢。伊这时间的老人呢，吼，载了这星星呢，吼，准备离开这小岛嘛。啊，伫路边呢，有拄着快乐，有拄着地位，有拄着这眼睛，拢去哦，这个海洋呢，拍到拢变准，吼，拍到拢变准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若无星星呢，聪明只不过是害了家己啊。聪明的迄只救生艇嘛，就变准啊。哦，快乐呢是不会长久。袂长久个啊，地位呢是虚假个啊，哦，咱若无相信个话，眼睛嘛是失败个。所以呢，咱若要用一个人啊，哦，爱看相信，哦，咱若用一个人，哦，爱看相信，爱看聪明，爱看活力。啊，不过呢，即个人伊若无相信个话，聪明甲活力有可能甲咱害，会甲咱害着。哦，所以呢，遇到即个故事呢，就较感受着。因为时间爱建立着，你
是咱诶新食品，我拢总共款，厝内面诶人嘛是共款，嘛是爱有信心诶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呢，就是讲世间诶无看法着聪明诶人，世间聪明诶人满满是，啊，无看法诶就是有信心诶人，吼、哦，有信心诶人。那第三呢，就是咱诶眼光爱看伊诶信心，吼、哦，咱若感觉讲感情这信心无重要。哦，安尼，咱时间是够，咱就知影就好。所以呢，咱会当讲爱感觉着，哦，心是对咱人生有偌尔重要，哦，即、這个心啊。所以人讲，不行无分，志行无分。哦，不行呢，到最后是一无所有啊。啊，不志行，啥物嘛是无分。志行就是讲意思，咱到最后呢，哦，咱就会当脱。脱离了咱这生死的这轮回啊，达到咱心灵生活这气行这境界啊，所以人讲气行无分啊，吼，这是咱追求这境界啦。那第二个说来，来叫咱做一真正的来，文章着，心性呢是不是真正变啊吼？那第二个来分做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呢叫做五。有欲无欲，无欲的这所求呢，容易落入这叫顶端啦。吼，落入这叫顶端。咱看到呢，咱这动物呢，吼，的这本领呢，咱来看，咱在这各位之前，叫咱来看新闻时阵，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嘛，那海岛国是不是都爱出海去？那去量鱼等来时阵吼，咱也有看新闻，就讲哦，今年的渔获量哦，量鱼量都侪吼，然后伊就动那鱼啊，规个唰这样子抱起来抱下有无？啊，然后伊就看到看到遐鱼啊，就安尼扑咧扑咧扑咧安尼啊，啊，就有人看到迄种画面吼，都会感觉感动，吼，都感动。那表示遐鱼啊吼，就是准备要产嘛，啊，表示伊的生命已经结束啊。啊、所以其实呢，动物的这本领呢，哦，求生而已啊，哦，求生而已啊，哦，啊，阮呢，咱每一个人呢，哦，就家用了呢，一个做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叫做人无畏己，天诛地灭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若常常看到遐个，迄个，比如讲动物频道，哦，遐动物，哦，去用追杀，还是去用捕获。有一种挣扎的痛苦嘛，哦，真正非常非常这个恐怖。啊，阿母动物的求生利益呢，阿母咱人求的这个部分非常这个，求自己，哦，求自己就非常千百万种这个部分啊，吼，啊，求出来的啊，顶顶啊，所以呢，人会讲人不畏己，天诛地灭是真正非常的冠冕堂皇啊。阿母咱好发现着，人不畏己，天诛地灭，阿母神不奈何要还这把。哦，神父那叫咱无同款，啊，所以呢，前下妈妈呢有一个朋友啊，伊伫咧江内边，吼咧斗三江就对啦。那有一间呢，伊叫前下妈妈咧开讲的时阵，然后伊就讲着讲，其实啊，足侪人来了江内边，来了庙内边吼，无外乎拢求三项代志啊，哦，拢是同款的这个三项代志哦，无同款的讲法是安尼问你伊啊。先问讲吼，第一种啊，哦，不管是问自己还是问厝内面的人，哦，即马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问健康啊，哦，拢通常拢问健康，然后呢，即马健康的问题遮尔啊侪呢，哦，你头拄仔即马无甲咱做一个分享，即个呢，这两张相片呢，让我感觉真有意义。那每一个人呢，拢这张相片就是。伊用伊个手呢去打伊个迄个宠物只狗啊，啊，我伊摕了另外一支个刀啊，来拄只猪啊，吼、哦。那何解遐讲出个呢？是安怎？咱拢有讲咱爱动物，不过咱真正爱动物，都是毋是有分别心个，吼、哦，分别心个。像何解呢？因为何解囡仔个细汉，啊，所以呢，曾经要带去动物园佚佗嘛。啊，动物园上个做个目的是啥？我们认识动物啊。哦，迄叫做狮啊，迄叫做虎啊，迄叫做大象，迄叫做长颈鹿，叮叮叮叮，无同款的这动物嘛吼。啊，
所以呢，即卖机会无外乎个哦，
然后球呢，就是讲这个球咱的这个加面啊，哦，球咱的球咱的这个像球咱的这个先生盖大赚钱的啊，球咱的祖母盖三钱的啊，哦，球咱的这个风水好好无啊，哦，顶天无说不计较啊，哦，无说不计较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咱即卖人吼，各求一个一项求了一个平台，叫做求一个事业啊，求了一个财富啊。那以后呢，来用一个影片啊。男同志能够在大年初一都会发放题目，有人说今年是非天气就排解的小的通宵。那在这一场真的直播，大概有五万人，队伍凝结了九千八百米长，也相当壮观。最近现场上的记者其实会。大年初一，男同志能够发送好你的节目，亮起光闪闪。哦，你好。哦。
现其实呢，咱要求的是咱爱从咱内心去出发。哦，这向外求的这物件吼，拢是属于拢是咱是咱外口的这欲望。啊，所以就是因为讲咱无去了解着，咱命当中人有的话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咱若命底原底就断了有的话，咱袂去求。咱命哩，本来就无啊。咱顶世人，顶世人就无报喜，是安怎下无？我无得，我无得，见财见女。所以讲，就算讲咱妈去，咱嘛无得到了咱的幸福面。所以呢，哦，人去渴望奇迹，都希望有奇迹出现的时阵，这个艺术是啥？艺术就是伊毋知影一点一滴，脚踏实地的。哦、所以呢，安尼求，无时无刻的求啊，吼、哦，每月每，哦，每一个月，吼、哦，每许照单人咧求的话呢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一种得失心的求，希望得到，啊，若无得到，吼、哦，咱就失落。哦，这种求呢，哦，是无法在咱的心内呢，一种脚踏实地，哦，的一种感觉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是比较感想啦，互咱来做些分享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讲。咱来当做到尽量所求，且看所得。哦，尽量所求，且看所得。也就是讲呢，咱来当透过着哦，咱心里着咱的这个人本身无遮尔厉害。哦，透过了求了上天来帮忙啊，帮忙来挂转，尽量的去所求哦。比如讲，咱今日要渡劫啦，哦，咱可以借有钱，哦。伊求着上天来甲咱化作，哦，其实呢有做侪代志，毋是咱人所想到的，冥冥之中，咱是咱上天咧甲主导，哦，咧甲主导。所以呢，咱知影，迄个全世界有一个人，伊是智商180以上，智商200，迄个人叫做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伊非常之聪明，啊，毋过呢，伊知影天地之间有一个主宰者，伊化袂着，所以咧讲的是。时阵吼，伊个餐桌拢会多放一副碗筷，哦，加放一个碗，啊，搁一双碟。伊就是因为了解着即个天地之间聪明，伊就上伊只名聪明个啦。按个个是主宰者，哦，上就是上面就是冥冥之中是无同款个一个主宰者。所以呢，伊了解着人是非常见渺小，所以呢。古代这性神父呢，伊拢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哦，伊所求的呢，就是为着咱的人民百姓，哦，来求着这安乐，伊无来求着家己的这个，求着这个快乐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拢是道的一部分啊。所以以前的民君啊，哦，拢是先求着这百姓这安乐。以前呢，有一个商朝这个。国君诶，哦，伊叫做陈汤王。啊，陈汤王呢，伊呢就在位了呢，伊呢迄个国家有七冬拢无落雨。哦，咱来咱讲，咱七冬无落雨。嗯。咱迄个前几年啊吼，咱诶即个迄个台湾诶，古有时有拢无落雨，然后就拢无水嘛。嗯。然后呢，迄个遐乡诶妹妹吴东厝哥走来遐乡厝内面洗身躯，因为遐乡厝内面水差较大，啊，佮因诶领导诶水差较细。伊拢无水，过来拢无洗身躯，足艰苦诶。所以呢，咱拢感受着，若无水，真正哦，这生活真正足歹过。啊，所以呢，即因迄个足高大个时间，哦，因迄个国家诶，有七冬无落雨个地啊。哦呢，伊嘛做烦恼呢，想讲啊，拢七冬无落雨，啊嘛拢祈雨呢，伊求上天呢会当落雨啊。啊，不落伊也无爱落。因国家内面一个算命的官叫做卜官，就甲迄个讲，吼、哦、做一个注意，就讲吼，咱若要爱有上天甲咱落雨吼，咱爱祭天就对啦，爱用一个人的性命来祭天嘛。哦啊，然后呢，即、這个讲听着了讲，哎呦啊，阮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台人的迄、那个人民拢已经民不聊生啊，特别牺牲一个人，他让我上天落雨，安尼种还是？所以呢，伊想到最后呢，伊就
真正要提升一个人生命，安尼提升我诶，吼，伊着提升，伊着是要提升家己诶。啊，所以呢，人民呢，听着了呢，着感觉非常诶，即个悲伤，因为是一个足好诶福分嘛。咱搁有发现，咱即马真着咧听故事，即个国王，吼，即个君王，伊要来提升家己即个生命，为诶着是因诶人民会当得着即个福，所以会当升华着。一种医生的迄种精神，真正非常无简单，哦，非常无简单。若换做是咱，那有可能连这种想法拢做，真正非常无简单。所以呢，当中呢，吼，因有看了一个好事好例，那这好事好例呢，吼，这个讲呢，伊就穿了一身骨的这个素衫，然后呢，准备要来坐，伊是用火烧啦，我要烧上天就对啦。啊，然后呢，伊要烧的迄个时阵啊，伊就做虔诚，做至诚的戒心，啊，上天讲，我是即个人民的即个国王，所有的罪过拢由我来承担，请即个上天卖予即个罪降临我的人民的即个身上。所以呢，时间就要到啊，伊就火就来点落去，点落去了，当讲即个烧着迄个时阵呢，哇！乌云大作，我即个魂就来，袂好真正是咧讲办法。即个是真情感动的相片。然后即乌云大作，我就落下了即大雨，哦，做大雨。啊，当然呢，迄个魂要来烧掉的即个魂呢，就要拍花，拍花去啊。所以呢，袂好讲想着，真正咱若真正用一个正量基础的即个相片，有灵无灵，请看所住。请看所在，然后即个 B 单位呢吼，有一个道亲，咱的即个娘的物件，那伊囝呢，即摆就是叫即摆拄好要去做兵的即个年纪，那伊要做兵的即个年纪呢，伊就甲伊爸爸讲吼，我希望我做兵吼，嘛是可以当来接近伊等啊，啊，所以伊爸爸就甲教讲吼，哇，安尼简单，你呢去迄个伊领导嘛是。伊就幸福在面头前啊，就甲神父提出讲，迄个只要呢，上天主庇，只要我会当吼，迄个继续来修缘的话，你同我求着什么兵拢不要紧，吼，迄个陆军、空军、海军拢不要紧。结果呢，吼，伊去求的迄个时阵呢，拄好互伊求着，做好运互伊求着空军。那他们真正都挺棒的，他们真正是呢，当然伊考完了。你看我不贵的，把你交给我这些天兵。那说来呢，是不是？都爱有一种新兵训练了，就爱得进部队嘛，一分发嘛。然后一个教长呢，你借武器，把借神父讲，全身足兵，只要吼一旦我来接受训练的吼，你搞我抽着什么单位，什么地方不要紧，哦，给这内区什么所在，你到过年后边疆啊，就是伊个台南县的后边疆，给伊抽着。高级的地方，哦，所以呢，小弟把我当成来传播这个音乐的，然后给我接班去。然后说完呢，因为有一种分发些，我赶快来接单位去服务嘛。然后一个赶快啊，把这个全身主兵啊，全身主兵，只要我当当分配收班的，你赶快分发分批上面这上面扛过来，我要紧。结果一去分到上面呢，空军内面的这地勤。叫做啥？第二兵上面有第二兵，哦，够量的量对啦。所以呢，也较敢想着呢。这当然听起来感觉真正都是，这个当初你讲的是真正假，是呢，真正安尼，哦，真正熟悉。所以也较敢想着，真正咱老是尽量把上天来祈求的呢。上天主呢，挂转，哦，人挂转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。每一个人对上天的这个誓言，总的，那比现代讲讲的吧，把迄个上天讲讲啊，叫个说话爱的不对，那是上尽量啊。那所以呢，有的人，哦，有的人有迄个种当初，迄个在做真相，然后做为当初的这个经验，那就知影讲，咱嘛咧交迄个分享的时阵，比如上天谈家的时阵，那会发现。前段在叫咱练习时，都无啥教，因为咱
所以呢，咱有一个信念，希望讲咱今仔讲出来这个分享的，会当使予南洋卡的遮，会当激发到伊的这个智慧，会当予咱开启到伊这个智慧来到这个扩大伊这个自信的这个空间，安尼就非常这个简单了吼。所以信念顺利呢，就来给咱回应啊。所以呢，以上呢，曾经呢有一只鸟啊，叫做欢喜水。这只鸟呢，吼，有一间呢，因发现伊的这个森林呢，出现了这大火，火灰灾啊，就熄火了，对啊。所以呢，伊就从伊的身躯呢，要去甲火挡，火挡要从哪呢？要来从这个火甲救活我。通常这只鸟啊，这细只，伊会当火挡的这个水性非常之少。伊看到迄树呐，规拢总。就是我是森林，森林的，等于哪样讲？森林就是种规片啊，这树，然后都起火啊。伊要甲树要去我点子，做困难。所以呢，迄阵呢，哦，迄只鸟啊，伊就伊来伊来嗅遐火嘛，哦，从伊的身躯啊飞来飞去。有迄个就困难的一些提醒出来，伊就甲只鸟讲：你安尼一只鸟啊，才细只，你是要去我点子？伊就来讲。我用我这一生当中所有的这力气，我就是要来帮助这条火来活化。所以呢，伊的精神的这感动的这上根，就拿了一大一尊一大这火，我这树拿做火呢，伊来怕火花，伊来怕火花。其实呢，他拄仔电话讲的这只鸟啊，欢喜做，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精神，伊的精神。所以呢，伊伫挂石之前，伊就咧来实行着菩萨道的这精神啊，吼无来为着家己求安乐，啊无伊就过煞就好啊，吼伊为着呢会当让万众生着苦啊，吼伊啊那种精神呢，真正非常无简单啊。所以心行这边的这道理来讲，咱的愿心，吼会当产生的这功力，是出乎着吼。拢来自咱的信心甲信心嘛，这种信念所求已经是非常无简单，所以咱请黄所者啦，那再来呢，就是名利无求，衣食无望，无所求，助人心当助人付出，这是今仔日我要甲咱讲一个上大个一个重点，修行之路，修行之路。那我讲吼，是不是咱要求着上天，咱头发都当祈求着，咱想要按伊个方向，想要按伊个目标。其实呢，咱也会当祈愿着上四灵神佛的这个无所求。其实咱每一个人不是，拢一定有求，只不过看咱到提出来用名义啊。所以咱来当主人来承担，主人来付出，看着咱温暖的这个众生，知影到的。道的这个思想，知影开启着智慧的迄种遮尔啊美好的感觉，咱厝的女人，咱就会当从这个思维来甲心当，咱厝的女人就会当付出着咱的这个时间，咱的这个体力，和咱的这个精神。无今仔是礼拜的下晡时啊呢，外口的阳光遮尔啊灿烂呢，想讲咱今仔要坐火车，咱就是因为。看到咱心灵神魂迄种菩萨道即个精神，咱愿意来笑，来好玩，来追随着伊的即个脚步。所以呢，天地之间无所求来承载着万物，就亲像咱我前下讲，天甲地就是一个自性，一个标准。天所显现出来即个用阳光，即个光，到因为你是歹人，你是好人，好人我甲你照较侪，歹人我甲你照较少。在涂骹呢，到因为呢，另外的这迄个公斤数较重，这人较苗条，所以迄个人听无好啊。所以呢，咱若明理着真正清楚了解着，咱来世间是要来面对咱家己的意愿。咱若明白着迄个道理，咱每一个人来到世间，就是要来了咱的这个意愿。拄到无同款即个人事物，想到我会嫁予伊，想到我会娶伊，想到我会生即个囝，想
你这个的因缘啊，哦，所以呢，所有的因缘，哦，所有的缘甲结，所有的福甲祸，拢只不过是一个缘起缘灭的过程而已。哦，咱若明白有这个理由，想讲我即摆过了遮尔好，想我即摆过了遮尔坏，这拢是一个缘起缘灭，这拢是咱过去者所累积。多者所借因的，即个借时间、借空间，伊来时间，伊来变度，变异啊。啊，所以咱若了解的话呢，咱都需要求什么物件吗？求的了后，感觉会是哪样吗？哦，你咱若了解着借因的，就是咱在做的这责任啊。起码就是咱在按这按按了这东西嘛。哦，所以呢。也要跟咱讲真诶，毋是做消极诶哦，是消极的讲啊，比如安尼，我着做相怨诶，吼，我着想讲，对，我即马着是爱去做消极去面对即个家己诶即个因诶，这是做消极吗？也要感觉毋是，这是非常积极诶人生，因为咱了解着咱家己即个因诶，咱才会发动伫即个因缘做一个反。这节课赶快来借待人，而不是随波逐流，而不是就很相怨的这个承受，然后对吧？你要感受，而是承受为解过程当中的那也了解到，哎，这个是外因。所以呢，我若无想要搁接受这个，我爱这个，我家己这因当中搁做努力，搁来行功一点，哎，我有法来改变着家己的这个人生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你看刚才咱来听这个道理，不是要互咱做消极。哦，那是健康非常的积极，无让家己搁犯下错误，无让家己搁陷入泥沼当中，哦，陷入泥沼当中啊。所以呢，咱来当顺势而行，不求回报，随风就移，水到渠成，哦，水到渠成。那咱要随见势而行，不求回报。那咱来当练就到源头，到随风就移的话呢？其实呢，咱就是有了解性命的这个精彩啊。到最后呢，咱希望最后时阵，咱来到水到渠成，这个是咱的追求的目标啊。哦，所以无所谓才能够无所不为啊，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孟子凡都会什么为啊？相信呢，哦，读过经的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们有读过经的，而且讲不管那起码是不是后来百倍读经会好。好后面的吼，好后面的牙医可能他会说，孟子凡讲啊，伊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痛马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都所以动心忍性，争议其所不能，易主的心，即所为的确免住感公安无有条件行测，好，雄性来对即所为来。对，传承下来。嗯，意思就是讲，上天的要给足重大这使命，放予咱的身躯顶端，必须爱活嘞，伊的意志爱活嘞，吼、哦，必须呢爱予伊身躯感觉非常这劳累，使着伊的身躯呢去忍受这些饥饿，使着呢伊感觉足穷困，足痛苦安尼，做事吼做代志拢袂了。安尼来提振、来振动着伊个心智，来强韧伊个性情，哦，看咱增长伊个才能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会当来开辟着咱个这地位呢，咱必须爱靠过同款个即个经营，无同款个即个开辟。咱难道有发现着收回心灵深处，都毋是轻轻松松？你来做疗程，对。然后你套会了，咱感觉哇，这真正不是一般人会当承受的。哦，不管是咱的释迦牟尼佛，还是咱的第二种观世音菩萨，伊拢是经过了无数的这痛苦，哦，因靠启发，因靠来承受着真如菩萨，因为伊拢是在来观得法的痛苦。哦，难道咱有看啊？发现啊，其实咱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上。以铁汉例子的人好啊，铁汉连每天刚才是上班，然后下班就是上夜班做听，然后第二天在上班。
环境啊，等等都相对较低。每一工都是伊，伊就我，你安尼分析。那基我做先基我创不得的时阵，那就当初讲的时阵，咱到有迄个迄种心态就讲，对，我应该嘛要付出我一点点绵薄之力，一点点的力量，哦，来去取得这样的基我。啊，我感觉咱踏出这个门槛口的时阵，踏出这无等这门槛口的时阵，咱是不是马上健忘了？所以是不是咱是等下无等来接受一些地的一些滋润，嘛时时来提升一下咱家己的这个书理的品哦，而且呢，咱的这个责任呢，哦，那责任是非常的重大。然后呢，伊刚表姐刚说的，哦，以后刚我做大启发。想到我做完启发的，就讲呢，艺术呢，咱像咱今麦囡仔，或是咱在座各位的家，想说咱有这个意呢，咱来到这个活动旁边来去，咱可有发现，想到咱条房都难看，想到咱愿意选择这一条路在行走，因为咱绝对是过去式心弯而来，咱绝对是心弯而来，要来到这个时阵，要来搭帮走。所以，咱好讲，你既然将你样美好的假期都往一整年假来学习，这真的很不容易，哦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啊，所以呢，其他刚想到呢，那要康进前，那要让咱这弟弟妹妹康进前呢，咱必须爱透过了做侪无同款的这磨练。那透过嘛，看到信任神父的这个话，哦，我爱谦谦，爱恭维。阿姑呢，咱若无透过家的历练，都只是纸上谈兵啊，哦，纸上谈兵啊。所以呢，咱透过了这历练，阿家的家无同款的这苦难，快当替有这个福。那叫咱这個，咱的这亲信，咱有这书面时阵，是不是有发现？哎，是不是咱恭维要更加的圆融？是不是咱行使这个责任时阵，咱更加的圆满？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咧，互咱替彼提开无敌，这是咧，互咱培养一咱自卑的这个心。想说，我愿意牺牲另外时间，想说，我愿意牺牲另外空间。迄个是从自卑心来去流露啊。那无这立场的话，咱来看这个场顶，无透过这立场，无法度来历练的咱。哦，所以呢。不求回报，到最后看我都来回归了主题啊。那当然呢，咱来有一种目标，就是咱来主角性的做功德，不是感觉性的做功德。什么叫做感觉性？今仔我感觉我心情袂歹，今仔我感觉我身体真轻松，今仔我感觉安怎，所以呢，我有想要来。啊，阮呢，咱当来。提醒咱家己，咱是主角性的做功德，自觉性的。哎，这种事情我做起来，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。哦，我刚刚在你外界来，我想要安尼做。哦，我看到的是咱弟兄姊妹这样积极。哦，这是完全无同款的。哦，咧亲像日常生活安尼这样子的，咧亲像咱行路，亲像咱食饭，这样自然的流露。哦，德性呢？德性不是想要搞较快的，是自然的流露。想到遐珍贵价，咱看到伊也想要恭恭敬敬，因为那是一个自然德性的流露，电影的流露。那感觉哇，这个人想到值得咱尊敬，伊也是外向，哦，伊也是特别厉害，因为他有德性，有德性，而且流露。哦，所以呢，那伊就是挂签当的空主。阿姑，咱绝对袂去计较，咱过来先当对一个好囝。哦，这个是最上解大这个差别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呢，阮呢，伊伫当兵四十九当的时阵呢，伊甲咱讲过，伊最后甲咱讲啥？伊甲咱讲吼，伊当兵四十九当，伊毋捌讲过一。从来冇讲过一句啊！啊，这逻辑听起是唔足奇怪。伊讲经四十九章，四十九章，讲经四十九章，然后到最后，甲咱讲，伊连一句都拢无讲。
因为呢，佛讲的物件呢，就是咱众生的心内面啊。那本来就已经很久的啊，哦，是由咱众生的内心当中去流露出来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佛一讲说你不说，哦，说你不说啊。所以呢，也是讲呢，咱莫去执着着，吼，咱莫执着着这文字的这物件。哦，所以无为的这物件呢，无为的这物件呢，讲法以解除的。就亲像有一个和尚，伊爱了一个查囡仔要过河，然后在伊在查囡仔拢在过桥桥，是不是？要过河是做困难的代志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和尚呢，伊就从这个查囡仔就甲爱过啊。啊，交伊行做伙，这个小和尚就心里就纠结。迄个书拢甲阮讲哦，袂当接近女色，先到伊当爱迄个女子过河，先到伊当爱迄个查囡仔过河。然后呢，伊就纠结了过心啊，伊来遐想，我想了三天了呢，伊就甲伊师父讲，师父啊，你毋是甲我讲袂当接近女色，先好你去爱了迄个查囡仔过河呢？伊个师父甲伊讲，啊，我三天前就已经甲放下，你怎么爱三天爱到今仔日咯？哦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咱伫这恶的这过程当中，咱嘛爱甲伊讲，其实呢，有做阵物件是要互咱自然的。而不是拘，而不是呢，咱伫执着于迄个文字上的界定物件，哦，所以呢，咱常常拢会赞叹伫这性灵神或者这天意啊，哦，然后哇，这性灵神或者这精神，真正非常无简单。其实呢，咱要赞叹是赞叹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别啷做，就是讲咱伫生活当中，咱去感受着，感谢，咱去关心，哦，咱去奉献。这才是真正的赞叹，哦，所以呢，要等于回家的那条路是咱爱家己填的啊，哦，是爱咱叫咱内在迄个灵性会当接过啊，哦，这才是真正是信念的一条路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也较感受到，他说讲，咱每一个人这心会当叫咱这自性，你来发端你来流露的话，其实呢，咱每做一项代志就是心诚。亲像遐项呢，今仔伫遮伫甲咱做一个分享，咱个内心呢，产生了无同款个即个意味个时阵，即个是感应，即嘛是一种感应啊，毋是迄种个玄妙物件，咱叫做感应。今仔遐项讲出来，然后呢，咱个心中来做一个感应，即个是上快好个一种感应啊。哦，所以呢，遐个感受着，咱无所求，哦，达到了即个明理个即个。即个看完了呢，再发现着咱每一天哦，拄着即个因缘，只不过是互咱应而已啊。啊，如果当然要应，咱需要做侪，啊，需要做侪套位无同款即个学习，毋是讲咱今仔甲迄个某一个道亲人讲，哦，你就是爱讲哈，你就是爱安怎，即个只是咱大姑嘞。啊，毋过呢，上要是伊个心当中爱有足充实。做爸的这地位，你好有法无？会当伫面对伊无同款的这因的时阵，哦，来处之泰然，无来起了这火焰。啊，所以呢，就看来做一个培养，临终还会当天助啦。那么爱咱若拄着困难的时阵，那讲天啊、地啊，啊，我上重要的是啥物呢？重要是咱爱家。哦，要怎么收获，先要怎么栽啊？因为呢，心心还是无真心，骗得了别人，啊，都骗，我都骗家己啊。哦，咱个有心无心，骗别人足简单，哦，啊，都呢去骗家己呢，吼，哦，骗不了自己啊。那亲像呢，哦，咱求得的时阵，而且三宝，当初拢会甲咱讲，咱若要用三宝的时阵，吼，爱提出自信的这条心，哦，提出自信的这条心。咱要祈求上天时，咱至少嘛要用这自信的心态出来吧。哦，所以呢，其他呢，常常拢有做一个用了这三宝的这心念，来到各位人家应该把握，给大家有一种心得。像迄个哦，那迄个 L， 有一种他烦恼一寡代志不袂记的时阵，哦，啊，其他呢就用这個。迄个无离真紧的吼，这无离的提起来，伫这心中伫阿边，而且好个真好嘞，哦，
吼，才得做成像咱会当试看觅。夜起甲咱做好困也无需要，啊是讲家己吼有啥物烦恼的时阵，加加减减，吼咱的心情袂落来时阵，咱会当用无离真经，吼无离真经，然后提出来默念，这头个真正非常切合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上课之后的一种法喜嘛，是一种灵验啊，吼是。是真正吼，拄着啥物车祸，然后拄着神父来甲咱解救，迄叫做见证。而是呢，咱上课之后是用法喜，迄嘛是用见证，吼，迄嘛是用灵验啊。吼，所以呢，明白着心行这里的戒德力，主人里人，咱着爱护家己呢，精诚起来啊，吼，精诚。所以呢，曾祖甲咱讲，精诚，吼，精诚及积扬。不精不行，不灵动。哦，即句话真个讲了非常个清楚。咱有即个精哦，精，也就是讲呢，咱智性达到即个智性的即个境界，所以呢，就达到即个精嘛。那不精不行呢，无法哦，无法度去教导其他，哦，无法度去解救着咱想要解救的即个命的机会。这是很自然。啊，所以呢，心情就灵呢，咱诚心敬神，吼、哦，诚心要把佛来念佛时阵呢，吼、哦，才能真正，透过了这个仪式，其实呢，咱买到启发的咱的这气性的这种心嘛。就以上的轩辕皇帝呢，吼、哦，伊就是，伊第一届要去救着这個，要救到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要救的。伊就是要去甲皇城有了解到，啊，伊个呢，一切时阵因为结构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排场非常的宽，伊有传音的人做一起，要去了解皇城子，要来甲伊叫问到的啊，啊，这个皇城子呢，就看见伊这样样排场这样样大，这行军无够，叫伊去等，吼，搁来收个地啦，啊，然后呢，皇帝这轩辕皇帝等伊了呢，后伊就真正非常的行军。想家己，那么伊去拜佛的时阵，有伊在人讲做灯会时，那伊去拜佛的时阵呢，伊就家己一个人，无家己一个人去。然后天光的时阵呢，又拄着一个人，然后迄个人呢就甲讲吼，咱若要去迄个种求道，嘿，咱若要去求道的话呢，吼，必须爱不惜着，无去，爱物件艰苦的咧，爱物件艰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甲开始一段话了呢，伊就用伊全规来用脚头安尼用规个了了，去见了这个王神子，啊，伊个规双脚拢包水，啊，王神子去感受伊个智性一条心，所以呢，就互伊吼，互伊大量些得的些得力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故事是咧讲讲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，所以就是讲咱常常拢看着滴水。然后呢，地要借钱吼，地要最后来哈，伊就躺过啊。哦，其实呢，咱大自然大自然呢，是讲你讲的是那个借气，而且精神。那一个人的精神若无够的话呢，吼是变哪会当来感应的，变哪会当来做了解感应的。所以呢，净化家己啊，提升家己，就是爱做了解，叫福地地吼。又不滴滴，因为主轴派上天轴，那心情呢？吼、哦，那么靠为了那借心经理来做，主人里的雄天呢，不般一臂之力，人讲呢，吼一只鸡嘛爱安怎？嘛是爱钓一百米啊！吼、哦，那要偷掠一只鸡嘛是爱钓一百米，意思就讲咱若要爱有收获，就是爱有投入的滴，吼、哦、爱有投入。所以呢，咱若去上班。咱若逐工伫着，安尼忙忙头尾头痛，安尼加真水，嘛无可能啊。啊，所以咱若无来注重着咱这外界善缘，咱的人际关系嘛袂好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培养着这学修假扮行，透过了这无共款这阶段呢，其实咱整年的这脚步，咱会点很多，咱连下整年下的脚步，咱都要非常这清楚。哦，就亲像呢，囡仔呢，在学物件。像现在的这个囡仔，即卖是迄个国小嘛吼，啊国小是毋是拢会有注音？啊注音吼，咱现在的看了伊咧有注音的时候，会发现讲，哇原来咱即卖咧看伊吼，看了遮尔啊轻松，看了遮尔啊清楚，就是有咱一步一步安尼
当中啊，吼、哦，咱拢爱大概当作是一个庸俗，庸俗，庸俗，咱拢自称为庸俗。咱为着辉煌这个美德，咱为着这个崇高的这个信念，为着尊严这个地位来奋战。所以呢，咱称为个叫做庸俗啦，吼、哦。那因为呢，像咱平常讲，咱咧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咱叫咱个叫做庸俗。因为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咱会想。会啊，咱个会气馁，哦，也是会气馁啊，是不是爱付出时间，是不是爱付出金钱，是不是爱克服着这海涵？这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太多太多的关卡，哦，真的。所以呢，生活就是咱的好邻居，就是咱的善知识。在座各位在遮，咱即摆在定定在伫个遮，咧听到你咧做啥物工夫，新的工夫。这种是在恶啊，哦，这种是在恶啊。专听过时阵呢，拢常常拢会思绪会安怎？不然要来处理什么代志？嗯，厝内面三面呢，啊，叫什么什么代志呢？哦，思绪很容易被飘走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你话刚想到，那你的当中你在咧做，就是咧学了这新的功夫。咱有想过，咱这时阵哪会离开？咱咧什么所在？更调皮会开杠吧？可能伫厝咧看电视啊，啊无嘛有食手机啊个啊，哦，做侪代志。所以呢，学堂呢就是爱来学堂，听道理。哇，这个刚叔讲个这个吼，这个方法真正有够老套个呢。啊，毋过呢，这个听道理虽然呢是非常个老套，啊，毋过是非常个实在啊，哦，非常个实在。他说呢，咱来当伫学堂当中听到这个道理呢，咱还发现。哦，咱的肉体是做限制的，也袂当调侃，也袂当迄个随便交人迄个讲讲话。哦，肉体是很限制的，啊，不过咱帮我发现，咱的内心是很安全的，哦，是做安全的呀、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到上过想说，咱平常吼要坐伫遮听道理，要伫遮学习，咱到上过，无啊，以为着阮伫坐伫遮看电脑，啊，所以讲。有一种配置，也许有的人是这样，可是也许有的人，因为刚刚我听妈妈的学习了后，我的明仔载比今仔更加好，我的明仔载比今仔更加精进，所以我今仔愿意开这个时间，开这个精进在这家，哦，所以呢，生活处处都知道，生活每一嘿，都得收在咱弄个学习，先从安来到这些。先来来到这个环境，环境足重要，哦，因为时间关系。那当然呢，咱来到这，学了这学要学啥呢？学了这不得这理解啊，学了无执着，学了这忍辱，学了这精进，哦，顶顶，学了这智慧。所以呢，有灵甲无灵，哦，已经无差别了。因为呢，咱若观念对，就啥物拢对。上面拢定，所以呢，基本功就是咱来，啊，咱来听课，吼，咱来听课，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有较可能，咱若真正坐，那你萌生很多，那想的这些地位，那你发现这些地位的，吼，咱做这些感觉，有咱驱使着，那想要有性生物的这些方面，那很多，那很多这些地位的，那咱呢，为什么前后被这样形容？哦，以前呢，咱来到这个当中的这个过程呢，咱会当发现广结善缘，讲结成呢，咱是在无同款的这个道亲，哦，无同款的这个真人将，哦，所以呢，伫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有做些真人将的话，嘛拢会谈鼓励啊，哦，咱来鼓励，哦，咱会当来做例子啊，咱会当来做超子啊，咱会当来做排班啊，咱会当来做功夫钉钉，所以在座各位真人将。那他说讲咱有心啊，一点点啊想要来承担责任的时阵，不要坐一望二，等咱的这个脚步里来啊踏出来，哦，让它开花结果，哦，开花结果。因为呢，咱在承担这个责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功德是啥？是咱家己，是咱成长嘛，是咱家己的。所以呢，咱要学会，咱要来成佛，爱偌久？一世人，两世人，生生世世，哦，生生世世。
时阵，才发现着啊，啥物拢无，啥物拢无，拢无学着，感觉真后悔。啊，有呾无常是找头的，无常是找头的。哦，所以呢，上天呢，常常咧卖很多的讯息。咱即摆手机啊摕起来吼，伊遐个卖讯息是到一百号，我是迄种做侪话无的。哦，上天嘛是互咱做侪话同款的讯息咧，甲咱讲，咱爱抓紧时间来学习。那个时间过去就无啊，像咱若过两点，两点即个半钟开始，即摆已经即个四点嘛，时间过了有够紧诶。有下嘛看到家己迄落咧照片诶时阵，就会发现着即个胶原蛋白咱吸起来遮尔啊紧，哦，所以呢时间呢就是无情，过了不久呢，就有下咱我来时阵吼是透明啦，啊阮呢等下转去时阵就已经放落啦，非常的切记啊！所以呢，蔡根坦甲咱讲啊，读书、读册呢，你若无见着、无看着这個性命呢，如谦谦庸居，然后观无碍子，如一道观，如一观道。哦，就是意思是讲呢，咱若读这個性命的这册，无看着这個性命的这個思想的这個精髓，就亲像一个写字匠而已。写字的人不易啊，啊，写作歌的人啊，若无爱好的这领域背身，就亲像穿着这官服的这个强盗不易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在人讲世间的这处理，吼，甲加上求学的这目的，就是要来了解着这当中，了解着这地位当中的这哲学啊。话说讲，咱若无透过学习，咱刚才讲，咱有一天还要先会。哦，那我可能有知啊。所以人讲呢，欲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义。哦，人不学不知义。那第二呢，以后要叫咱来，刚要来叫咱培养的，变咱会当进步滴滴，咱来修己亲。哦，修己亲。那道呢，伊本来呢，就是一个无容易会当了解的物件，因为伊是看袂到，伊是听袂到，听无袂到，所以呢，事实上的这物件呢，足歹去了解吼，啊，阮道不是向外去求，爱咱爱向内去求，咱在咱内心当中原底富有迄个自信去求，吼，所以呢，咱呢，做事会因为学着一个什么地位而来欢喜，通常呢，拢会因为咱的银行户啊后壁加一个字而来足欢喜，啊，无头前加一个数字嘛足欢喜，吼，所以呢。咱生活当中呢，吼，到做着，咱拢会满足于现在咱看的第二个现状，看的第二个成就，吼，咱会去了解着，咱会去了解着，咱有一天这物件嘛带袂去啊，哦，带袂去，啊，那诶，咱要爱追求是，咱放下伊当个成就啊。咱每一个人生活呢，拢夹杂着很多无同款的阶段呢，上头号呢就是咱个早点。人的妈妈，啊，人的迄个员工，哦，人的什么什么，做侪无同款的这个关系。啊，我呢，仔细想想到最后呢，还是一个人，因为咱是一个人来，人算我是想怎样做位来，啊，我伊到最后呢，嘛是一个个体，我到最后是一个人，所以呢，咱关心着咱每一个人的这个脾气毛病，哦，脾气毛病，因为呢。没有人可以带起来。伊讲咧，阮细汉囝，我讲一句，我阿妈做好笑诶。伊讲起我讲咧，伊有伊去游泳嘛，啊，我去滑倒，啊，滑倒受伤，啊，然后迄个脚真空啊，然后讲妈妈，我的脚好痛哦。伊阿囝咧讲起我讲，妈妈，你可不可以代替我受伤？我没有办法呢，我广东咧，伊讲你刚刚在听我听不对啊，因为较痛，讲无懂无懂。你家己受伤，你家己来听。我就算讲更加尔爱你，我嘛无多感谢你。哦，所以呢，其他讲受着这修的这物件呢，是受咱家己的。别人呢，只不过是辅助利益；别人只不过是一个因人利益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要讲到呢，传到世界各个很多做侪无同款的这国家，不是因为呢，咱的道理有名老讲，不是因为呢，咱的经典有名。不是咱能力足够，哦，都不是因为安尼，而是呢，咱的经验。
咱的底线无人看，无人看到，因为无人看到咱的脾气无变改变，无人看到咱的家庭非常结合热，你看我就刚刚回答，不是因为咱道理讲了偌尔偌尔厉害，哦，所以呢，停留着咱这份的这个地方，我咱会当来忏悔，会当互咱看到家己，会当互咱来提升家己，所以呢，修道甲生活拢是分开的。绝对不是无归的，咱咧修道的这个过程是绝对是伫咱咧日常生活当中，哦，日常生活当中啊。所以呢，咱动物啊，咱看到咱这个动物，哦，伊嘛有灵性啊，哦，伊嘛有灵性啊。啊，毋过呢，伊甚至食了比咱较轻的，像个羊啊，是迄、那个牛啊，伊拢食草尔咧。咱只食阮牛草尔，伊食了比咱较轻的，啊，毋过有咱人会当来。向上提升，也让行使仁义道德行迹个样来忏悔，哦，行迹样忏悔。所以呢，那你修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你当行行不一分明，啊，一懂一懂一啊，那你提心懂缘吼，拢非常一个非常一个重要。所以咱若当伫咱家己个时阵呢吼，无来哦，也是讲咱若家己一个人时阵，咱会当时时点点真真。就亲像咧，十个人咧，甲咱看，亲像伊手咧，甲咱指。那亲像咧，那即摆情况咧，叫真正，我来听一个台语，应该会讲会叫，可能会讲会叫啦吼，因为做侪人咧甲看，然后做侪人咧甲指点点点，吼，都会叫。他说讲咱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来到有这种心态的话，咱就会当哦，做注意的咱的这批评方面嘛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会当。真是到到最后呢，毕竟咱若修到轻的时阵，咱会当以真是到啦吼。啊，所以这是人爱跟我讲人讲的，